你读吗？声母23个，波泼摸风的特乐乐歌科喝鸡七西支吃是日滋呲呲一五慢慢的，宝贝儿，23个我都能读到，对你很棒啊，这么多我都能读到，是的呀，谁最棒？我最棒。好，加油！下面是什么，宝贝儿？我认识。这声母这是韵母是不是？来，单韵母，单韵母是吧？那你读吗？不是，单韵母6个，嗯，好的。嗯，好的。那下面是什么？妈妈不知道嘞。这些是什么？应该是拼的吧。哦，是拼的吗？看起来有点像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有一个叫复韵母的，是不是？应该不对，不对吗？应该是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吧。那你会读吗？这个？这个我们，这个是复韵母，我以为你说这个嘞。这个会读吗？I A Y O O U，嗯，不会了是吗？我们待会儿问问邱老师好不好？嗯，好的。不过已经很棒了哦，加油，宝贝儿。加油！嗯。门口生日，妈妈，这个叫什么？题。题目。对，题目。我们每次做题的时候要先看什么？题目，对，很棒。那你还有一个嗯。田什么？野。野田，田野。田野。嗯。门口生日，题目田野。